身体被夹住了，在那里是不可能动手术的。你难道疯了不成吗？我就办得到，把被夹住的部位，也就是左肩跟骨关节切断，就能够从钢架间救出来了。不行了，快塌了！一个主犯者求生，只要还活着，我一定要救他。就算这是逆天行事，我也要做。 一个主病人寻死，当我让他们哀伤死去的时候，全都露出了喜悦的表情，所以谁都对我心怀感谢而死。一场生死攸关的矛盾对决，再这样下去，人类全部都会灭亡的。要救人，还是杀人？你以为你是谁？黑杰克，漫画之神手冢治虫作品，任谁都会认为您是自然死亡的。 怪医黑杰克剧场版7月28日，新宫卫视全国独家首播。